哟，回来了，姐。啊，飞了十几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了睡觉。啊？我那什么？着急出门啊？啊。跑步？嗯。跑个步，你弄那么香干什么呀？没有吧，洗粉。卡姐，你跑步？其实我们俩……我倒垃圾。哦，倒垃圾也挺隆重的哈。生活做什么都要有仪式感嘛。我先走了。行了吧？我不吃了，赶紧跑去吧。哎。哎，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姐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沈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速度？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业证给收回来。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我决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我们什么关系啊？有这么难说吗？你不说，你也不让我说。你让我准备准备再说。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谁是丑媳妇？你让我准备一下。嗯。干嘛？哎，这样就好。不冷。你那样太迷人了。听我的，来跑步。我跑不动了。我们坐公交车吧，好不好？你带卡了吗？没有。等我。你干嘛去？一起天更蓝。太慢了吧！有人让我加速了啊！太慢了吧！加速啊！加速啊！加速！加速！小腿蹬起来！来跑！不懂那喜欢，我要忽然明朗的秋山，剧情扭转，让现实可以交换，爱情能被点燃，像条河畔中凌乱，各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肋。砸死！来了。豆浆。油条。尝一口，我再给你买一杯吧。我觉得你这杯比较好喝。
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省外大交班。着什么急啊？我开车送。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晚上归队，估计回来要下周。没了。你不是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时间是来不及了呀，所以赶紧吃啊！现在才6点啊！我今天得到岗，7点半查房，要不然少主任最讨厌迟到了。又是少主任。我今天是第一天回神来，我得表现好点。行。你看到没有？不刚开始吃吗？你打包好不好？服务员，打包。边走边吃，你不介意吧？医生回来了，拿杯咖啡。谢了，不客气。朋友们，来取咖啡了。来，谢谢医生。姜老师，张老师，没事，咖啡给你们来的。姜老师，谢谢。张老师，这么破费啊？医生，今天正式回神外，开心吗？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二位多多指教。客气，不敢当，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就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的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2个小时完成淤血抽出，是吧？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厉害着呢，好机会，那换班也不干人，时间不早了，走吧。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呦，哦，开会了。